保永会那边那一段到这里吗？对，然后这边就是暗渠的第三段暗渠，就是那个九康，第三段的开始。第三个洞。对，第三个洞。然后这个洞呢，就待会儿我们出去以后，再告诉你从哪边出来这样子。你说这个洞是吧？这里啊。啊哈。底下那里。啊。哎呀。对，这边都是水路，那个渠道的泥渠，泥渠，哇，全都是水。我觉得真的很会想。不过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些建物啊。对啊，没有。对，他到这边看光秃秃的，哎，就要这样走。那个时候，这个是最快、最方便的一条，最短的一条，最短的一条路。因为哈，你不可能从，因为后面就是那个狮头山嘛。狮头山，你要绕过狮头山，或者是要穿过那边的话，那不得了，不可能。它只有沿着这个溪的河岸哦，然后来进来。哦，我觉得他们也是算过的，这个不然的话，哪有？老师那边可以看到那个渠道。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两个房子中间底下还可以看得到。对，可以去看一看。这边是我们的兰花。这个后面看不到，后面。哦。这好像是的。对。该去了哈。对的。你看这有个闸门了哈。哦。看不适应。嗯。这个从这边过来，这个是明的嘛？哦，这一段是明的。哦，对呀。哎，叫明啊，这边是明。对，都是明渠这样过来。